好不想结束。是不是唱得很开心？我怕吵到他们里面。真的很谢谢你们，真的很棒。那其实刚刚我们唱的这首歌，其实已经是2016年的歌了，所以到今年其实已经要5年了。然后5年的一首歌，然后带我们认识了越来越多新的朋友，也陪伴了很多老朋友，好像经历过很多不一样的故事。那其实我们在不管 Instagram 或 Facebook 上，我们常常会收到很多的讯息，有很多朋友可能在听完这场演唱会之后，继续的过自己各自的生活，自己的人生，他可能会隔很久很久才又再回来听。我不知道今天在现场是不是有这样的人，但是我想音乐就是这样，就是只要你听过一次，你在这之中得到了一些什么，他好像就可以帮你记录一下那个片刻，那个生活，然后再帮你度过一段小小的人生。然后当你好像已经力气快用完的时候，记得再回来，反正米先生都会在这边唱歌给你们听。接下来那当然是如果我还有力气的话。那接下来有一首歌呢，是我们去年底发行的歌，然后这首歌在发行之后受到大家非常多的照顾跟喜爱，非常谢谢大家，也希望这首歌可以陪着你很久很久，也陪着你跟你爱的人很久很久。是爱动物送给你们。